其实啊，人间是苦，啊，这个苦最后是空。那你会懂得所有的智慧，无常，就是你要懂得的智慧。然后又修到无我，身心解脱，这是如来的教法。苦，人间是苦，啊，苦本来就是空，一切事情都是无常，没有常态，变来变去。你既然知道这些，你就要解脱你的身心，变成无我，这是解脱道。然后再加上智慧，就变成菩提道。佛法的精要，就是这几个字当中啊。